罚的，嗯，轻则关拘到15天，重则以故意伤害罪判3年以上、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谁故意伤害？是这小子伤害了我们。对，甭废话，揍他！女孩子不要打打杀杀的。放开！要打出去打。起开！林辉刚，50，扫把10块，椅子98。你过来。